後嘅第三世界先至合唱去對佢哋嘅人民。香港已經係第三世界嘅地方都不如啦，因為香港警察就好似最落後嘅國家嗰啲警察、嗰啲軍人一樣開真槍對付佢哋嘅人民。所以我哋一齊出力譴責政府，要協追究黑警。我哋話解散。其實如果在如果咩啲顏色都唔係，即係黑色，如果我而家冇知道佢係咩。